之酒咧，我 brief 夠啦。你試下。Thank you。係澳洲 Coonawarra Knut Estate 嘅 Cabernet Sauvignon。年份係2004。我果然冇揀錯人。我計劃緊收購幾個澳洲嘅酒莊，下個月會飛過一個禮拜。我希望你可以陪我一齊。下個月我有 job， 未必行得開喎。job 可以推嘅啫。我應承咗人。落咗訂可以塌訂，賠錢就可以解決。200萬夠唔夠？誠信係無價嘅。咁即係點啊？你開個價？你咁即係咩意思啊？300萬，來回坐我私人飛機，絕對保密。唯一嘅要求就係你要保證令我開心滿意。300萬，你當我係咩啊？大家聰明人，有啲嘢唔需要講到咁白嘅。我諗預兆你搞錯咗。係咪你搞錯咗啊？上次個明星仔陪我一個禮拜都係收200萬。Fine。一口價500萬，你覺得我係咩啊？我目標好明確，我淨係想同你傾合作。我人生入面唔會有你呢種 partner。你扮咩高竇啫？你著得我條裙上嚟，就預咗俾我除啦。你而家諗清楚啦，未遲。我唔想侮辱咗資質，因為你連俾呢支紅酒潑嘅資格都冇。唔賺我啲錢咁清高，你而家著緊條裙都係我啲錢買嘅。俾翻你，送俾第二個。你請，快神我啲時間。做咗品酒师咁多年，见过咁多人，我以为自己好识睇人啦，估唔到今次都系睇错。酒都要饮过先知好定坏，何况系人。我哋见得人多，靠经验，唔多唔少都可以估到一个人嘅质地。但系有啲人会刻意包装同掩饰自己，唔慢慢沟通相处，根本睇唔通佢嘅本质。冇人可以一眼睇得穿所有人，就好似品酒咁，要开咗佢之后，等佢慢慢 brief， 先可以试到佢真正嘅味道。支酒再唔好，都要饮过闻过先知。呢个唔系你错，系支酒嘅问题。我除咗条裙掟过衰人之后，我觉得我自己都系太冲动。好在今次有你喺度，唔止今次。以後你有咩需要，我哋會即刻出現。我 send 咗条片俾你啊，快！咩事啊？你睇咗先啦，睇完再 call 我。好。送外卖俾人弹钟。明益你，考虑下先啦。送外卖俾人弹钟，条片系俾人做咗手脚，咁多日条片已经封存晒，对冇啲好大影响。要彻底禁咗条片，就要尽快向法庭申请临时禁制令。揾律师之前，首先要揾一个人。